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就是都在线上好抽奖？那今年好不容易又有实体的，那今天也很开心，有很多的好朋友啊来宾来一起来参加我们富义达的春酒。大家突然拐右边，我吓一跳。好，那我有三个重点，两个三个下，有三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要记什么？车号。对，车号没有错。那上车的时候，安全带一定要一次拉到底，只要拉到一半会卡住，重新放掉，再重新拉一次就可以了。暂时的话，只有一位，就是龙头的那个，就是驾驶。驾驶的上车之后，龙头的右下方有一支钥匙的话，五分钟后柜台会叫号码。等一下。我们的车是啥？51号。铁道。小心哦。OK， 小心啊，那边有那个2号月台。谢谢您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前走，准备出发啦，各位。好，这个天气其实准备出发了。对对对，旁边啊，黄色棚子那里。因为我们那是只有拿试吃而已，没有买。美食导游，没有他讲的，这边有黑金刚花生。我们要拍照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一人做一个阶梯，然后这样拍上去。哎，等一下，换我们来。没有，你要拍的主要标的物是那个吧？
光。